肥牛怎么做都好吃，就像你怎么样都好看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肥牛泡菜卷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把肥牛卷、芝士、生菜依次叠起来，放上灵魂泡菜，用筷子压出一端卷起来。料汁的配方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，喜欢吃浓稠一点的可以加点淀粉。下锅煎的时候，先煎有开口的那一面，这样子不容易洒。吸足汤汁的肥牛卷搭配爽口的泡菜，你们想象一下味道有多好吃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